欢迎收看今天的《想象台湾》。今天《想象台湾》要让观众朋友看看师承于日本师父职人的手艺，然后呢，经过90年的传承，台湾人自己一直不断的研发改良所做出的酵素晶体手工皂。你能够想象吗？台湾人的技术让手工皂自己会一直不断透过酵素的原理冒出很多的结晶，然后意思就是这个手工皂你可能怎么用都用不完，好厉害。台湾人的技术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今天多位来宾要跟大家一一来介绍。那么首先要跟各位介绍，就是这个38G 酵素晶体造的算第三代了，周元益周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呢，在他身旁两位是他美丽的女儿。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小女儿，因为小女儿现在是跟爸爸一起在创业，担任的是这个酵素晶体造的这个算是网站的美编企划。我们欢迎周新瑜。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这一位是大女儿，大女儿也很厉害。大女儿呢，看到爸爸如此的创业，她自己也创业起来了。大女儿呢，本身会摄影，会做烘焙，现在在网络当中自己开网络商店，卖客制化的饼干蛋糕。我们欢迎周姿瑜。大家好。好，今天三位来宾会跟大家聊聊师承90年的手工皂的这个晶体如何可以行销全世界。那一样的，想象台湾的网力就是，请大家在影片当中留言，有问题可以问周大哥，也可以问两位漂亮的女儿。好，我觉得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应该有很多家长会非常的羡慕，爸爸跟女儿感情这么好，而且一次拥有两位前世的情人。然后天天在一起工作真好。那一样留言加分享，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这师承90年，那么台湾人自己研发改良的技术，这个酵素晶体。好，那请大家留言加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让大家更了解90年的手工皂的技术如何一直不断突破。哇，刚刚影片当中我看得出来周大哥的想法。第一个，跟今天现场一样，他摆了很多热带水果。是哦，这个也有很多是台湾的吧，几乎100%之下。哎，那个蓝莓应该就台湾比较少嘛。对，是进口。对，然后有香蕉，有苹果，有凤梨，有橘子，是，然后呢有木瓜，然后另外最后那个影片当中还出现出一个皂，然后冒了很多一颗一颗的这个晶体。好，其实我认识周大哥有快20年有了，有差不多哈，是快20年。那早期我觉得台湾人的技术一直不断在进步哦，台湾人要给消费者的视觉的感觉也不一样。是希望我们除了征服全世界之外，能够帮台湾赚很多的外汇哦。希望如此。周大哥，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你今天带那么多水果来，其实你要告诉大家，这个酵素的晶体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水果而已，对不对？酵素晶体呢，它就跟台湾人一样善良哦，单纯，所以呢，你只要用很简单的物料，那你就会创造出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嗯、那台湾呢，号称是全世界的宝岛，也就是所谓的水果，我们水果超多的，非常棒、嗯、哦。那因为呢，台湾呢，虽然处在亚热带，但是因为台湾是长条形的，所以你看南部的热情，他们就有热带水果、嗯，所以台湾有用不完的水果。那相对的，我们如果把这个水果活化，
那当然最重要要保留了水果的精华哦，对，就所谓的活性，等于说水果的活性，那就是酵素的意思。是我们水果呢可以变成果汁，对，也可以把水果变成酵素哦。对，那你就看你的如何运用。我懂了，所以说今天要送给观众朋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说酵素晶体皂，是它因为它那个酵素都还在，是，所以呢，透过简单的方式，你会发现它上面这样一颗一颗冒，我可以刮它哈、哦，对，可以会冒出这样一颗一颗的精华。哎呦，真的，那我这样一摸，它就融合在我手上嘞。对，它呢就可以把你的大拇指跟食指做得很干净，洗得很干净。对，因为呢，它最主要是保留了活性。对，那它的制造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人的手工皂非常出名。但是呢，毕竟你要承认一件事情，这些在制造手工皂的过程当中，它的乳化温度都要超过80度以上。哦，对，必须那么高温。对，它要去融合一些物料，所以无形中它就把一些很好的活性给消灭掉。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让酵素的活性都在，对，你的做手工晶体的这个方式跟一般手工皂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温度就不能一样，嗯，它必须在低温当中。那什么叫低温呢？40摄氏度以下。40度以下。对，嗯，那这当中呢，因为酵素的活性从38度到43度是最好的活性。哦，那你为了要保留这个活性，你就必须用低温去融合这些天然物料。所以你叫三八 G 的原因在这里。是的。不是说那个人很三八，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低温度的关系。对，因为活性在38度摄氏度的时候开始起来，哦，到43度左右，所以呢，你温度如果超过43度，它就开始在做灭活的动作，很可惜。没关系啊，38度代表这个人很活跃啊，是不能说他三八花嘛，对不对哈？但是他就很活跃嘛，三个八发发发，哎呦，这个好，三个八发发发，这个名字取得好，谢谢。而且也代表说，其实它就是代表活性的概念，是的，一直不断的发，然后很 active， 很活跃这种感觉，是的，是的。哎，所以周大哥，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因为现在在外面有非常多的老师也会教消费者做皂，是的。那您的这个保留它的酵素跟活性的门槛，还有它的功法，是应该比较难哦。它除了难以外，它的手续也比较多，所以台湾话叫它搞缸，嗯，就是说它的工序会比较多，嗯，哦，所以第一个光是做水果，从水果清洗到脱水，到慢慢的去融合成一个酵素的培养，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大约90天的时间。哦，等于是说要把果汁发酵的概念。是的。哇，那去你们家一定有喝不完的果汁。不但是有喝不完果汁，你都可以在果汁里面洗澡了。真的哦，哇，那等于是像，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做提炼精油的厂商嘛，是那个纯露是拿来洗澡的，不是喝的，是不太洗，所以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就是。但是这是开玩笑，不能下去，因为毕竟人的身体上面有细菌，受不了。对，不是，它会去让整个的酵素的发酵过程受到感染，会污染，对，会污染到，它就发酵的不完整，对，而且是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变化。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做皂，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会做皂，是的。那您的这个方式跟外面一般公开的这种手工皂的方法，是除了温度不一样还有哪里不一样？物料。对，因为呢现在大家一般做手工皂很容易去所谓坊间的化学商店去买现成一些物料，那这些物料当然它为了保持它稳定性，一定会有它相对的化学成分在，嗯，那但是呢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管控非常好，嗯，这些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嗯，因为呢卫生单位在这方面管控是有强烈的要求的，严格，嗯，那因为你买的物料就是这些，所以你做出来香皂包括回收油都可以做香皂，对对对，有听说。那为什么叫做香皂？就是它必须香香的，嗯，那为什么要香香的？如果你不加香料，它用一般的油在做的时候，它味道会产生一种比较不 OK 的味道。哦，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它必须加一些香的东西进去。哎，我们的味道跟外面一般所谓的香皂，不好意思，都要被口罩拿下哦。是，我们没有那种所谓香精的味道，哎，没有。我闻到淡淡的，你说果香吗？也不是，就是淡淡的香味。它有，对，因为简单讲哦，它最重要的物料就是水果。只有水果，水果一定会有它的原来味道，对，但是可能果香味道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因为毕竟它经过90天嘛，嗯，所以它某些味道是会不见，哦，但是我们把它的这个活性给保留下来。这个技术听说是您的阿公祖父，对，阿公跟日本人学下来的。因为在早期哦，台湾算是日治时代嘛，
哦，所以呢，我们是中部人，那中彰化哦，彰化对，那中部地区的彰化啦、云林、嘉义都是稻米之乡，所以呢，日本当时对台湾的治理就派了所谓的农业专家、水利专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辅导。那刚好爷爷在这个农业专家里面帮佣。哦，爷爷是早期的台湾的农业专家之一。爷爷不是专家，是在农业专家里面打工。哦，是工人，是工人。对，因为很穷，也学到他们农业专家的技术。那因为这位农业专家，他在闲暇之余，他就会去把他的水果做成酵素，做成香皂。哦，所以阿公帮他打下手。所以呢，才慢慢间接学习到这哦这样的工艺，在旁边帮着忙就对了。对对对对。欸，所以那照这样说，日本人在做这种酵素皂，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哦。日本的酵素基本上是世界第一，这不能否认他们技术。嗯哼。因为在二战时间，他们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所以他对整个物料，我们必须承认他很专精。是。哦，所以在方面的工艺，他们是领先的。嗯哼。对，所以呢，我们就承袭这样的技术。把酵素呢做到一个非常纯正的活性。那有没有什么是台湾特别加在里面的元素？基本上呢，我们台湾最特别的，应该说不是特别，最普遍就是凤梨、木瓜。凤梨木瓜。欸，对，那凤梨木瓜它们本身的酵素活性就非常棒，非常活络。嗯嗯，哦，那这当中我们有加个秘诀，就我们有保留一些原生的野种。什么意思？就是说原生种没有经过改良的。台湾很多水果都经过改良变得很好吃，uh-huh. 那因为它经过改良以后，它某些活性就变弱。对，原生种的活性很强，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原生种的活性强，但是它也带有相当高的过敏源。Uh-huh. 所以你必须把过敏源去掉，这就第一个技术。了解。对，所以你保留活性，但要去除掉过敏源。我懂了意思，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一颗是木瓜，是，但是你要来挑用木瓜来做结晶造的木瓜，不见得是需要去市场买那种温室的木瓜，不是那个东西，它可能是要那种最原始的原生种的台湾那种做细料的，对对对，啊，等等，啊，不好吃的，真的没有那么甜，是是，对，然后又会带苦味的，又带苦味，然后那个皮削起来还非常好削的那一种木瓜才是你的原料，对对对，哦，那凤梨不就是真的是土凤梨喽？对，都是土凤梨。才能够做，它的活性会比较好。东南就是像亚热带的水果，对，偏热带，然后偏热带，然后配上台湾的水质是这样吗？台湾的水质呢也不错，但基本上呢，就还是我觉得水还其次。嗯，台湾的水哦都不错，嗯，但水不是最重要的哦。但如果说以水来讲，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它，但是最重要还是在原生种。嗯，你说水果的原生种，对，因为如果你去做出来。活性不够，它不会结晶。我听你这样说，其实我试图想帮观众朋友挖很多你的技术，你知道吗？但我发现有点难，因为我之前也跟几个朋友有做过皂，就像你说那个废的油，是哦咯咯，你知道，然后还有点臭臭的味道，那个油，是他说啊，这个废油可以拿来做手工皂，是，然后做完之后又香喷喷的，但其实也没有很好洗，对，因为它比较粗糙。对，嗯，然后我就想说，现在做手工皂那么的普遍，能不能给你偷挖一些技术？但我发现您的部分可能挖不来。第一个，你对原料就很挑剔了，是。然后第二个，你是走低温的，是。那低温一定要有设备，是，要有场地，嗯，因为第一个早期哦，这可以跟大家透露哦，日本在这边我比如佩服他。第一个，台湾的风大，你必须透过植树来减低风的速度，对。第二个，透过绿植栽来减低缓和室内的温度，对，否则在夏天温度过高，但相对的夏天如果台风一来，忽然间风大潮湿，对，你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忽然间湿度加大，嗯，你可能整批就完了。哦，对，所以呢，在这当中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比例把握，随时要去监控它。嗯，那请问您从小就做这个行业到现在吗？从小是跟着爸爸学，也没有把它当成行业，只是好玩而已。那你原本是做什么行业？原本呢，爸爸呢是从事交通事业。哦，那当然那时候就家里就比较优渥，所以呢，那时候就也不会去想说做这些，就跟着爸爸学做生意。啊，uh-huh. ，那这现在是爸爸有空闲的时候他在做，我就当下手。哦，oh, ，所以你们虽然师承阿公，但是一直以来都只是。玩票性质，对，没有把它当成商业的运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做这个皂没赚没赚钱啊，不是，因为那时候
阿公的时代就很穷嘛，那在这么穷情况之下，爸爸是独生子，所以呢，爸爸那时候在上学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有所谓的空袭警报，所以呢，就赶快要躲进防空洞、uh-huh. 所以呢，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有一回没一回的，嗯、uh-huh. 哦，所以呢，爸爸后来就赶快到那个铁路局，对，去那边上班，等于是伊那冈，哦，童工，那慢慢的在那边学到所谓的物流，所以爸爸后来就去做托运嘛，那慢慢的就跟人家合作做运输公司。所以呢，那时候整个台湾的经济在40年代开始起飞，所以呢，爸爸在那时候就慢慢打下非常好的经济基础。所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原来透过这样的活性造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时尚类的东西不是很兴起，嗯，因为台湾还是比较保守，嗯，对，而且都大家比较普遍比较贫穷，所以呢、哦、在买东西都会比较买便宜的东西，而且就比较没有注意到什么环境荷尔蒙，或者是你身体会过敏之类的问题。 那时候不懂这些嘛，那时候明智未开嘛，整个光等于是光复后百废、嗯这个各行各业 都希望再重新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技术你们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并没有把它做一个运用，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你的主业？这个说起来很惭愧，因为年轻的时候家里面有优渥，所以呢就自己就过得很舒适，但后来呢家道有点中落以后，忽然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那当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那就跟着人家到大陆去经商。哦，你到大陆做生意？对，但是基本上那时候到大陆是受聘。OK。哦，对，去那边当台干。对，当台干。嗯。那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发生 SARS 的事情，所以回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想要再过去，担心那个疫情又发生，对，因为那时候不懂，所以也会怕。OK， 那时候孩子呢，大女儿那时候是国小六年级了、uh-huh. 那时候太太就讲说，孩子正在进入所谓的国中，是不是把孩子一起好好带，全家在一起，这样最好。就你不要再漂洋过海到中国去做生意了。对，嗯、那时候我就跟老婆讲说，但是家里面总要吃饭，嗯哼，那你怎么办？那老婆才说，哎，你不是当时都用那个一个香皂来追我吗？说洗得会漂亮啊！哦，你是这样追到妈妈的、哦？追到太太。哦，原来是这样哈。对，所以因为这东西别人不会，只有你会。对，那时候呢就骗女生很快就对了，这样吗？不是骗，追求女生很快。对，就是说会去展现你的技艺啦。对，哦，就跟他讲说，哎、欸，你看我会做这个，对，欸、别人都不会。洗脸、洗澡哦，对，我特别做给你的啊。对，不是外面买的。女生最吃这一套了。在当时哦，那也是跟老婆缘分很深了、啊、哦，是，所以呢，就当时他才说，那你当时追我那个能不能拿出来用？哦，对，那我想说，老婆讲也对，但我说，但是万事起头难哦、啊，这时候我们也没什么本钱，那你说这样 OK？ 他没有关系，只要全家在一起，是喝西北风都会温饱，所以当时老婆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哇，我想见见夫人哦，没有见过她，嗯、今天见到两位女人，没有见过她，所以你是两个女儿。是，然后两个儿子。哇，嗯，因为师承这个大家族，所以都很愿意增产报国。因为什么不会生孩子会啊？应该也是本来有本钱啦哈，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本来家庭是蛮好的，就是中途有一点小小的挫折。不过我知道周大哥做这个晶体造做了这一二十年来，其实是越做越好哦。这方面呢，真的很感谢市场上面给我们的肯定。嗯，哦，因为呢，毕竟每个人每天在洗脸、嗯、洗澡、嗯、，OK， 洗头发，那这当中好坏，我觉得个人知道。所以呢，当我们在推出酵素晶体的时候，很多的消费者回馈回来，会跟我们分享他的喜悦。嗯、其中最大的喜悦就是他们每天早上起床最乐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照镜子，意思说谁家家里干嘛家里都碎啊？啊，对，因为呢早晨起来的话，就说他们说以前早上起来面对镜子，对，粉刺多了、皮肤暗沉了、然后呢整个皮肤感觉就没什么弹性之类、嗯。那用了酵素镜以后呢，他很开心，哇，他可以很近的在镜子里看自己，看哪里？他说我鼻头粉刺明显变少。那相对的，他鼻头粉刺变少，他的毛孔就越细致、uh-huh. 那相对的，他的皮肤就感觉亮、uh-huh. 透、嗯、然后呢自己的触感又觉得很嫩、嗯哦、那又白皙嘛，所以他就觉得很开心、嗯、所以呢他就觉得、欸、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啊、嗯、他只是用了酵素晶体，所以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原来有这么疗愈的功能哦。我们来看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其实要让大家看看原来
这算是台湾很独特的技术了哈，因为它会一直不断的冒很多的新的，应该算是唯一，唯一是全世界唯一目前。但未来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人给你偷学，是不是？这不敢这么讲，就是因为毕竟你市场慢慢扩大、uh-huh. 哦、那当然 我觉得各方的能手都很多了、哦、那香皂平常讲不是什么高科技类，对，它只要在物料多用点心思、uh-huh. 那目前全世界尤其是台湾的生物科技都这么进步、uh-huh. 所以 我觉得将来这可能会变成非常普遍，那我觉得这也是市场的福气，也是消费者福气，就每个人可以很简单把整个脸的肌肤照顾好，不要每天为了脸而伤脑筋。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酵素会让这个活性时时刻刻一直不断呈现，它可能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活化的过程。这个影片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请庄大哥告诉大家，其实他一刚开始也不知道原来这个皂可以这样，一直不断后来不断的研发改良，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嗅感的酵素晶体。是是，我们看这段影片。像刚刚那个画面一样，好像就是、放到那个特别的培养皿里面去，是的，对不对？赵哥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可以让它这么的有，这么的有嗅感？我觉得它好有嗅感哦。基本上呢，我们比如说要种一个种子到土壤里面，你要浇水，那种子呢在适度的土壤里面，它就慢慢发芽。哦，一样道理，这个香皂呢，我们把它做成香皂以后，它的活性是在休眠状态。对 ，OK， 那我们就。这个呢盒子它有呢这一层黑色的，里面呢有一层白色的海绵，海绵，那我们必须把这个海绵吸饱的水分，对，放在这个培养皿里面， OK， 然后呢我们铺垫了这个黑色的出口的网子，对，哦，放着，然后把我们酵素晶就放在这上面，对，把它盖起来，它就在一个潮湿的空间，对，开始将整个的活性酵素让它苏醒。哦，因为水的关系，潮湿，潮湿的关系，对，湿度的关系，它本身有酵素的这个晶体，它就一直不断冒出这个小颗颗来，对，它的活性就会起来。那如果我要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用个刮棒，或者是这样手把它刮起来，是的，乖乖就变成像这样，你看，对，我们这里面呢、哦、有附这样一个刮棒，对，那这就拿来洗，所以我不是整颗皂这样把它弄得龟龙坡啊那种丢啊，对，这样还蛮气质不错哦，对，因为呢你在刮的时候呢，哦。所以你看哦，它这样刮起来，这样刮起来，对对，然后又拿那个刮起来洗就可以了，对，来沾水。那相对有人就说，这就是所谓酵素界的鱼子酱哦，好会行销，好会行销，美败美败是、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吧？它刮起来光溜溜的，对吧？对 ，OK。当我们再把盖子盖着，它还会再长出来，又继续再长哦，会再长出来。那你要赚什么？那当然它只是转换，它是从休眠的活性变成长结晶的概念，是，那基本上我们这最主要是说，一颗香皂做好了，酵素晶体做好了，是，你透过这样模式让它的活性苏醒，那它一直在长，那我就不会给你买第二颗了啊。但是因为它变成结晶后，它越刮也会越薄、哦、对、哦、所以那这样子它可以用很久哦。哦，对，你一直刮它，它慢慢长，但是它可能酵素一定是会递减啦，是的，对不对？因为已经没办法像你们刚才说那么的活药，没有那么三八的意思、啊、对对，因为它一直在接触水分，当然它的活性会递减，没有错、哦、所以它或许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它的结晶可能没有那么漂亮，对，但是它的功能不灭，它的结晶会比较小颗，对
对，然后你自然就要多刮一点，多刮一点，多刮一点。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般香，拿起来用搓揉方式，那就来洗脸也可以。哦，那这样子太浪费了。但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洗到脖子，可以洗到身体，这样是创造业绩啦。但是相对你整个皮肤的触感会好，因为我们常说皮肤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观感，一个就是触感，就是说这皮肤看起来不错，摸起来不错。我们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广告，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代表你的皮肤状态不错。你毛孔那么大就那么大，对，那毛孔会大是因为里面囤积的塑垢很多，就所谓的粉刺，对。那为什么粉刺会多？因为我们用一般洗脸用品的话它比较粗糙，是相对它分子比较大，那因为它在制作过程中都是高温，所以我们皮肤36度根本没有办法分解掉，所以当我们用酵素晶体，你即使残留不用担心，因为皮肤的温度也可以把它分解掉。哦，那相对的，因为酵素会非常有效的分解老化角质，嗯哼，相对它也可以让我们的粉刺软化，嗯哼，所以无形中你的粉刺软化以后，你的毛囊就慢慢恢复收缩能力，哦，所以你的毛孔会就像挤牙膏一样，会把粉刺挤出来。所以用酵素的方式把皮肤洗干净之外，它其实也吃到了酵素的营养。当然我们不否认，但毕竟它是洗剂，哦，所以它营养成本比较少，所以清洁。跟保湿是两回事，我们必须很客观跟大家报告。它厉害的地方是清洁，对，你不能说，哦，它洗完脸皮肤还保湿，哦，那是假性保湿，那是因为你有用水洗脸，哦，对，所以要洗它干脆就不用化妆油了，不用卸妆油吧，直接把它拿来洗就可以了。没错，它那么强，它可以不用用油去推它， 对， 对不对？因为简单讲，哦，我们一般上班族又都是淡妆，那我们上班族也不会去用所谓的加强防水型的彩妆，比较少，对，比较少。Okay. 所以你既然是一般的妆容，对，你用酵素晶体，你会发现你的彩妆是在被分解，而不是要靠着化妆品这样去擦，去刮，对，去这样使劲的拉扯你的皮肤，不需要。因为其实用那些油来卸妆，其实对皮肤也没有好处。当然就是说。它这个油是什么做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批评它。我比较懒啊，我想说洗一洗洗掉就好了。对，还要那么细，因为我们都要化妆嘛。对，上节目一定要化妆，虽然我们是淡妆，是就是用了一层油还要再洗，还要拿一个皂来洗，所以意思就是我就直接拿皂巾整脸洗就好了。对，那这当主持人你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你希望洗脸解决你脸上什么问题？当然是希望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卸妆能不能很干净？哦，干净。OK， 皮肤能不能更白皙？粉刺能不能变少 ？OK， 对，皮肤呢能不能更透？我们都希望这样子嘛。它做得到。OK， 所以它取代了卸妆油，取代了去角质，取代了一些所谓的美白类的面膜之类。了解。然后呢，尤其是你不需要这样所谓的贴在鼻子上面拉起来的东西，你的鼻头粉刺在一个礼拜很明显少了30%。对。楚大哥，聊着聊着，我们两个已经聊30分钟，你知道吗？哦，那么快，时间很快，所以分享美丽永远不嫌。重点是你累积了，你真正做这个行业大概有20来年吧？真正2003、04年开始，03年，04年，对，18年左右，对，18年左右。那我是觉得两位女儿在旁边，她们其实应该有很多话想说。Okay. 这两位女儿她们一定有自己的专业啦。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大女儿，大女儿，你看爸爸做这个行业，你的心得是什么？觉得很厉害，很厉害，怎么样？这爸爸讲得很厉害是这样吗？对，做到共鸣吗？就当然产品也很好，然后但他可以把他的每一个特性都介绍得很吸引人，他很用心啊，很吸引人，对，所以他一直不断 practice 怎么样讲，让大家能够有印象。像他刚刚那说刮起来像鱼子酱，我觉得非常有创意，我就会被吸引到。对哈，对，因为他真的很像鱼子酱，那鱼子酱又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又觉得很棒，那这东西也是真的像鱼子酱一样，就真的很棒。你相信我，以后他如果上其他媒体或在做介绍的时候，他这个鱼子酱一定会多讲几次，因为这是经过女儿认证的。我相信他会。但问题是，就我知道您现在并没有真正跟爸爸一起创业，你走自己的路线，对不对？对。你在做什么？我现在是在网络上，就是自己做甜点，然后贩售这样。好厉害，那也是手工万能啊。对，都是跟爸爸一样，对，都是手做这样子啊。然后就是也会现在也都有接一些客制化的一些蜜月饼干或者是喜饼饼干这样。爸爸会逼迫你这么有才华，干脆跟他一起做
销售晶体好了？还问过我很多次，但因为我比较想要先走自己的路。喂，哦，因为你觉得他还不错，可是你想试试看别的。我觉得他已经很好，但我也想要创一个跟他一样好的。反正早晚他会落在你手上。也没有，我觉得会合并一起。哎呦，嗯，他已经讲了合并一起哦，嗯，所以其实他有深思熟虑过，哎，啊，因为如果两个人能够尝试不同的方向，说不定到时候会有更多不同的火花。对，这叫所谓的分进合集嘛。厉害，这个果然是周大哥的女儿，这个太优秀了哈，哦。其实我今天看到你那么多的饼干，我有一种深深的感觉，就是年轻人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啊，哦，周大哥。是，是你们现在饼干。你是在什么地方接饼干的订单，嗯？我是在那个 Instagram 跟 Facebook 自己的 IG 啊，就是有为了甜点创了一个 IG。那你怎么行销它？我其实一开始，因为毕竟是网络上，它大家没有办法直接实际吃到，那当然就是照片一定要先吸引人，照片一定要吸引人。嗯，对，你觉得这照片够吸引人吗？哎，我觉得不错哦。这是司康是不是？对，这是司康，然后这就是夹心饼干。对，然后慢慢衍生到就是，哦，像这是巴斯克，然后就会自己去，也会去看从以前旅行，然后看国外的甜点，大家怎么去摆设，怎么试这个口味这样。好可惜，疫情严重，否则以何文瑶的个性，一定现场把它拿来吃了。等一下私下给你。私下哈，哦，哎，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特别？你看。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后面这边啊，嘉哥，你可以看后面这边，他的这个照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跟角度也好，打光也好，才能够拍出这样的照片。你照片不迷人，不引人食欲，你怎么在 IG 当中，怎么在网络接单啊？所以照片很重要。你怎么拍这些照片啊？都在家里客厅拍的。都自己拍啊？对，都是自己拍的。你用什么拍？从一开始用手机，当然之后也有用相机。啊哈，对。那我再问你，嗯，卖饼干也是蓝海啊，超竞争的。对，很竞争。你哪里跟别人不一样？嗯，所以我甜和饼干，我就是会走比较客制化的路线。客制化指的是？客制化包含像这一盒的话，就是刚好这一盒是蜜月，那我们就会跟妈妈一起讨论说它里面想要放什么元素，那包含说，哦，这只河马呢，就是我们跟妈妈一起讨论设计出来的。你那个中间左边左上角那左边那一盒，这盒这盒，对对，中间这盒，哦，河马在那边。对，okay ，然后包含它里面也想要放上可能它 baby 的名字。哦，真的，啊，baby 的名字在上面看得到，在这个围兜兜这边。哦，对，然后包含口味，因为我口味的话就会比较想利用一些台湾的一些。茶就像爸爸都用当看可以用台湾当地的水果，uh-huh。 那我就是想说，欸，之前在国外旅行大家都喜欢用法国的茶，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茶叶也非常的好，uh-huh。 那所以就是也都把台湾的茶拿下去做甜点，那包含有就是铁观音啊、金萱、红乌龙、乌龙红茶，这些都把它做就是拿下去做甜点。所以你是因为后来没有跟爸爸一起做销售晶体，是先出国打工。对，之前因为喜欢到处旅行，喜欢，嗯，就没有很爱念书，但喜欢直接去看这个世界，直接去跟各国的人去认识。是，对，然后觉得就会获得比书上更多的东西。那这些就变成你的养分了。对，包含就是在国外，就是像之前去南美洲，就会发现，欸，不管他们的咸食或甜食，都有酪梨这样元素，我就觉得，欸，很特别，或者去，哦，匈牙利他们当地的甜点，嗯，那其实回来之后在思考说要做哪些甜点的时候，其实旅行中的每个故事或看到的人或吃到的东西都会变成我现在在发想甜点的元素。其实真的，因为毕竟做甜点竞争很激烈，而且现在的烘焙其实是国际接轨的。对，原物料有时候还必须坚持必须用哪一国的原物料，哦，对，才做出那个味道，还有包括它的趋向，它的流行什么，你们真的必须，否则 只看台湾那个绝对市场做不大。嗯，而且消费者是接受全世界的资讯嘛。对，因为现在大家网络每个人手机这样一滑都会知道。嗯，那你这样客制化订单量应该没有很多哦。也蛮多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像这蜜月或者是婚礼喜饼，可能蜜月蛋会比较少，可能四五十盒，然后婚礼喜饼就会比较多，那其实一个月下来这样子累积下来，再加上平常日常也会开一些
大家随时可以网络上点单这样子，所以其实累积起来其实蛮多的。所以他可能有发现我用心良苦，我在告诉他说别忘了继续要做酵素晶体。有我有在想，我有在想。有哦，对，因为就是大家洗脸是 外在，那吃东西吃得开心，其实都是让你开心，其实身体就脸部也会有变美啊。了解。我有在想跟爸爸做结合。哦，我懂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妈妈客制化的礼盒当中，可能某一个部分是饼干，那某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酵素晶体。对。而酵素晶体除了这个是元宝造型之外，还可以把那个河马造型做出来。爸爸一定有这个能耐吧？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哇，那等于是这个 二合一的新产品要出现，而且是不同的组合。对，其实我女儿能够这样子我是非常开心，因为女儿非常独立，那也非常有创意。嗯哼。那我觉得年轻人呢，你必须让他去飞哦，他呢所飞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资产嘛。太棒了。对。而何况呢，我们说实在话，女儿做这个点心吃了以后非常有愉悦感，很幸福。你哦，对啊，因为前世的情人对你那么好。是，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洗脸，我们皮肤变好了，心情也会一种愉悦。也是。对，那吃东西也一种愉悦。那当然相对的在疫情这段期大家都很闷，压力很大。那如果要创造所谓的小确幸，如果创造所谓的愉悦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很支持他。其实我觉得除了愉悦感之外呢，还要让消费者看得有感觉了哈。我们再来看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呢，我知道周大哥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化学的。其实有很多世界知名品牌的皂真的敌不过天然哦，透过实验就知道。我们来看。辨别好的皂跟不好的皂，其实用烧的方式是最快的。是的，因为网络上有很多这样影片。嗯，哦，那因为呢，烧的话呢会现出原形嘛。那简单讲，38G一燃烧，它会变成果汁状，不粘稠。哦，果汁状。对，哦，那一般香皂一烧，它可能变成薄油、焦黑、恶臭。啊，真的哦。对，所以这很容易分辨。哪怕是世界知名超级品牌也是如此。对，你都可以来试试看。对，我们要眼见为凭嘛。有好多网友很特别，网友问周大哥说，那请问这么特别的有没有抹 洗头发的？我觉得网友问的很重点，如果我的头皮可以洗得很干净，是我自然脱掉发的情形就会少。是的，说不定有可能会在长头发。只要毛囊还在，还健在，哦，因为有时候毛囊一萎缩或者毛囊已经，不复存在的话，它就长不出毛发，是这样。所以呢，头皮的养护呢还是在于洁净，就像我们皮肤养护也是以洁净为开始，哦，所以呢，头发第一个你要看你的掉发量有没有减少，第二个你头皮会不会产生的所谓的恶臭，这因为油脂嘛，油脂会吸引细菌，对，那细菌的排泄会等等就是会有味道，哦，所以呢，用酵素晶来洗头皮是绝对没问题，那因为洗头发它分解油脂比较明显，所以呢可能就会比较涩，所以呢如果用酵素晶洗头皮，可能要再加个润丝巾。哦，因为它洗得很干净。对，是的。但短头发就没差了啦。哦，短头发就没问题。是的。大姐，刚刚有网友说你的那个饼干看起来很好吃。哦，谢谢。给你鼓励一下。谢谢。二女儿的话，现在就是真的跟爸爸一起在做这个酵素晶体。对，一起工作。那您做的也是做网络的部分。对。所以你是爸爸的员工。可以这样。直接投入老爸的怀抱，我觉得。没有错。那你大概都做什么？做美编吗？对，在网络上做美术的编辑、官网的设计、行销图的制作，这样子。那你觉得你做得好跟做不好跟销售量有差吗？
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吧。为什么？做得好看的话，因为其实一个产品出来，就像刚刚姐姐的饼干一样，你先拍得好看，就会吸引人家来看你的产品的好坏。因为你是美编，我想说你可以请更具体的告诉大家，因为从美编讲出来的话，应该跟一般我们这种不是做美编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分析，包括你的图片，包括你的照片，包括你的色泽，对不对？对，你会怎么样进行？这个都是你的作品，对不对？对，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因为我之前是在日本工作过，所以我很喜欢观察日本的美感，像是他们的建筑啊，或是女生的穿搭，或者是他们房间的布置，他们都喜欢走一个裸色系、米色系、浅色系的色调。米哦，就是浅色系，没有那么重的颜色。对，比较没有那么鲜艳的颜色，简简单单就可以带出高级感。那我想要把这样的概念也用在我们家38G的产品上。你是说用简简单单的颜色就呈现出它的高级感，这是日本人的对色彩的逻辑。对，你看他们的建筑啊，很多都是木质调，那没有过多的装潢，或是过多的装饰，或是太过于复杂的设计，那你会觉得，这个很耐看，这个很好看。哦，那对，等于是说不会有太多的点缀，它比较接近于自然，对，可以看得很久，对，很耐看的意思。比较温柔的感觉。那我可以请问你吗？你从美编的立场来看，你觉得今天包括酵素晶体啊，而且我看到好像也有其他的嘛，这个应该是有面膜，这个绝对保养品市场一定是不能少的嘛，哈。是的。还有我们的精华液，对不对？是的。那小女，我请问你，在整个包装设计当中，你有跟你爸爸打架过吗？有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更好？我们想听听看所谓的日本的裸色系的包装是什么意思？像我们那个您前面那个纸盒，它就是 这个吗？对 对, 对、要送给观众朋友这个酵素晶体纸盒怎样？你们两个怎么样打架？一开始就是白色底，然后有点香槟金的字嘛。啊，那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爸爸会觉得会不会太简单？应该要有一点花纹啊、装饰之类的。哦，但是我就说，可是我们是比较不是走平价平民路线的话，要有高级感的话，对。那些装饰会不会太多余了？看不耐看哦、我懂了。因为耐看的话，就代表它比较偏高级跟时尚，这是你的逻辑。我是这样认为。嗯，啊、后来呢？后来跟爸爸讨论之后，他比较尊重我的意见，以我的想法为主。嗯，那我也会就是试着再把它做一些调整。你看，金色不是一般的金色，可以用香槟金或是玫瑰金。然后不断的调整之后，再给他看一下。周大哥，真的耶！你看香槟金、玫瑰金是，然后一堆有的没有的金，对，我们其实搞不清楚，对不对？是的，是的，这就是他们美编的功能。是的，是的，他很用心，因为我觉得都是金色的啊。哎，但是呢，女儿在这边就比较细致。那当然呢，我必要承认一件事，因为透过他的协助，整个市场反应有起来，而且整个的三十八区风格感觉上就高尚起来。所以我不得不佩服，的确你在这方面的功力。听说有很多直播主，甚至中国的直播主都来给你大量批货。对，他们呢一开始是先从大陆翻墙到台湾的网站下单。中国的直播主翻墙来台湾，我们不知道他是直播主来给你买就对了。对，我们不知道、啊、那后来呢，我们寄过去以后，我们才发现人家说，哎、周先生，你们在某某的直播机构，哇，那是头部主播、啊、那个量很大。嗯、那我们才发现，哎、我们在大陆的仓库为什么销售？原来是因为它哦，对，所以这当中，我们在发货过程当中，亮起来，原来是直播。啊、所以，因为你做得出像这样一颗一颗这种酵素永远活在这个灶上的感觉，嗯，直播主就有故事可以说了。是的，有那种惊奇可以说，而且消费者也大概也能够看到，原来我养了一颗。自己会冒泡、冒鱼子这样的那个手工皂，而且呢，他们在清洁过程当中、啊、直播主最喜欢跟大家分享什么？洗完以后的手是充满了水珠状，他说：“哇，怎么会有那么多水珠在手上？嗯、就像荷花叶那么洁净。哦”他说：“用一般的香皂或清洁用品洗洗以后，虽然有水，但不形成水珠。”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说对，这就是有活性的证明，有酵素的证明，嗯、它可以有效分解我们的油脂及老化角质嘛。很棒，这我觉得这是
除了台湾人要有这样的技术之外，也透过不同的方式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它的特色在哪里。是的，其实有很多台湾人很厉害的产品，他不知道或者是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消费者很有感。是的，是的，真的需要有一点时间磨练。所以现在所谓的仪式感，仪式感，对，然后疗愈，疗愈感，对，所以呢，养结晶有它仪式感，太棒了。然后在刮结晶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些客户的就是妈妈客户，他们女儿或孩子可能三四岁，他就一直刮。妈妈我帮你刮，妈妈我帮你刮，好玩好玩，对，他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小朋友就喜欢观察，他刮完以后，哇，妈妈又长出来了呢，对，他就很开心，好玩，对，然后呢就去跟隔壁的孩子去展现，我们家的香皂会怎么会怎么样。看到最后大哥讲他的心血结晶是心情开心的不得了。我们时间剩不多大牛有没有什么话，有没有下一步你想做什么？下一步就是看怎样跟爸爸合作，因为要透过他，你的业绩才会做得更多。对，那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烘焙部分，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吗？烘焙的部分，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我烘焙跟旅行都是我很喜欢的两个活动，那所以现在我就是试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那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嘛，那无法出国，所以我就是爱上潜水，所以像我之后就有设计了就潜水主题的撇和饼干，然后包含因为我们潜水起来，潜水主题的饼干，对，就是潜水跟海洋生物这样一起，然后让大家有饼干，对对对，然后包含就是 OK 这个饼干膜也是自己设计，那就是想跟大家传达说，就是像疫情期间大家的问候，就是O 不 OK 啊？很 OK 这样，因为它是我们潜水起来，就是都必须向你自己、向你周遭的前半，就是比出这个手势。听得出来，大女儿透过很多网友、消费者的要求跟互动，她其实已经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商业经验在里面。是的，不错不错。二女儿呢，有没有什么下一步你要做什么？现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再把38G 的形象质感整个再提升。那如果可以的话，会再跟姐姐一起讨论怎么样做合作，然后这个包装要怎么设计。所以合作是透过你来前，你当桥梁这样吗？要做大包装。对，二女儿对包装有她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那因为呢，两个女儿都非常具有国际观，所以因为如果疫情越来越稳定，我相信将来国外市场可以让两位女儿去发挥，因为他们可能又想出国去，这样吗？是的，一个又飞日本，一个又飞到处飞，到处飞。对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带到国际上去，所以呢，他们又可以一边旅游，一边又可以做生意，那又让大家分享台湾的骄傲。是是的，我想今天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爸爸带两个女儿来上节目，应该会觉得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大家有一起的事情做，这个家庭生活一定会非常的美满。最后很感谢我太太跟我妈妈的支持，对，谢谢三位来，谢谢，谢谢收看，我们再会。